们第一次合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开心哇！我也是第一次在新加坡拍电影啊、哦，然后我们就遇上了，我们太有缘分了。真的，林玲姐也是，哎呦，来了来了。我虽然是第一次跟他合作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戏前面戏后面那个照片怎么拍啊？看起来就是很舒服了。真的，谢谢真的，我必须要讲，大哥跟真人跟荧幕上是一模一样的，对，真的，就是那么一样帅。当你在演戏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吸引我，而且呢，你穿的那个小贩的衣服，其实就简单，再简单不过，我就走过那个 mon。哇，为什么这个男人可以这样帅的？真的嘞，还有哦，优哥哥也没有上妆就出大荧幕了哦，真的很少演。他很优雅，他非常的优雅，而且很真实。他戴个眼镜，就看起来你就会觉得他的气质就是非凡。我要做了对不起我家人的事情，我除了我爸妈没有，也没有吻别人了，还有除了吻的我老公，最近我老公也没有吻了，我只吻我的孩子。但是今天我要破例一次 ，OK？ 他吻别人。要喝酒一点，来光，最后你要不要看一下？我们有 message 给你。哦呀 ，OK， 哦，一二三 ，hold 住，然后再这个 hold 住 ，Yeah，Thank you，OK，Thank you，Yeah， 你看有人向我求婚呢。